兄弟平安，阿叔上帝伫咱今年中间，伊有一个真水的应允，要放伫你的内面，互你伫你今年的属灵的信仰顶面，会当有真丰收，得到一个真水的企业。总是你需要付淡薄代价，伫这个过程内底，你敢愿意用这个代价去领受上帝已经甲你预备一个属灵的丰收？你敢敢安尼去领受？也是你肯去领受。咱已经有两三礼拜，咱对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内面咧讲起，就甲咱第七个民族。今仔咱要参加，要伫这个主日中间，咱要去参加来修。伊说的百姓，伊的经验，也会当托伫咱今仔日咱的信仰，嘛真侪咱家己本身的信仰的道路顶面的一个经验。伊说的百姓，上帝予伊有真大一个产业，会放伫迦南地。总是爱有一个过程，但是伊在离开埃及，然后经过旷野，然后过约旦河，然后入迦南地，就无同款的过程。总是每一个过程中间一定有一挂艰难，每一个过程中间都一定有可能家己的性命有威胁的在事。总是以色列百姓，但因离开埃及了，先经过第一个阶段，爱经过这个旷野的生活中间，因就感觉真歹过日子，真艰苦，行遮一切。迦南地迄个所在有果子园，迦南地迄个所在有葡萄树，遐已经是拢已经完全好的一个基业。总是上帝甲伊讲，这个是要给你的，应允要给你。总是以色列百姓有迄个勇气，嘛去偷看迄个所在啊，嘛知迄个所在真好。总是以色列人，伊就感觉，伫第一个阶段，埃及这个所在来到旷野。伊感觉遐真热，遐无水，无通食，民生的问题拄着困难，所以讲，咱参详，咱选一个总统，吼、哦，中间两摆有总统，咱选一个总统安尼，带咱倒来去埃及，我咧所读的圣经是民数记十四章，十三章、十四章，当咧记载整个遮历史。埃及甲迦南这两个所在是完全无同款的对比的一个国度。埃及这个所在，伊说百姓。伫遐受真严格的管理，因为伊是奴才嘛，即、這个以色列民族是奴才民族，叫埃及掠来即个所在，所以因拢爱挂脚铐手环，遐有真无情的兵丁夜兵，咧逼因都爱做苦工，遐有真残酷的即个奴隶制度。伫埃及出世的即以色列的孩仔，真紧都爱离开以色列人的老母。在怀抱中间，甚至这孩子拢爱掠去杀，因为惊到以色列百姓伫埃及这个民族受壮大，所以孩子十波的拢尽量让伊卖伫这个所在。所以咱想象到伫埃及这个所在是一个真艰苦，无论是制度，无论是伫迄个所在做苦工，无论是因的将来未来是差不多无盼望。甲迦南地伫迄个所在是一个真完全无同款的对比。不过想到讲以色列百姓，竟然伫这个时阵讲，咱来选一个总统，带咱倒来去埃及，卖搁伫这个所在。咱会当想想心原因，要整个以色列民族，恁的心会想讲，咱要搁向头前行，咱倒来去，倒来去虽讲遐真艰苦，总是食一摆埃及的所在。首先，咱要伫这个圣经的中间，咱要先三个来思考，去加撒人。嘛，来到伫咱个中间个时阵，你有迄个能力去面对吉加撒人。我所以，佮将咱伫三礼拜前，咱看迄个约书亚记个第三章个第十节到十一节，佮一摆，予咱有一个印象。圣经伫约书亚第三章内面伫遐讲讲，对安尼，恁通知我个上帝伫恁中间，袂伫恁个头前赶着迦南人、希人、希比人、比利西人。吉加撒人、阿摩利人、亚波斯人，看普天的主宰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过去入约旦。这是约书亚第三章内面的记载，讲迦南地有七个真强的民族，是七个真强的民族，无同款的性质伫咱的中间。迦南人伫迄个地区的所在，因正做一个要照顾上帝予咱的应允的迄个所在一个对点。假使若上帝应允要予咱去的时阵，咱有迄个勇气通去面对这项。
伫今年诶中间，二零一一年，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咱搁剩十个月尔。你要相信上帝，要伫即个今年诶中间啊，当作是一块橄榄地，搁剩十个月诶时阵，你有啥物款咧准备，通去面对今年中间上帝为你安排所有一切？咱咧通过约书亚第三章诶即个部分，去加撒人，咱咧参加做阵来想一件事。去加撒人伫圣经诶中间，一直拢毋捌出现着。伊到伫约书亚记内面，伫第三章内面讲，佮讲以色列百姓，上帝甲伊宣布讲，恁呾到伫迄个所在，然后开始遮个人进前，即个中间才摕着吉加撒人，即个过程中间才提起即个民族。啊，照即个民族圣经诶字典咧描写讲，即个吉加撒人个名，有两个意思，有两种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即个吉加撒人个意思就是讲。去雕像吼，就是要去敬拜、去雕像的迄个过程中间啦，活倒转，活倒转的意思，结果啥？想要去到迄个所在敬拜，但是行到一半还袂到伊啦，活头倒转去啊，这是一个意思。过来换一个意思，就是住伫迄个黏土，还是讲迄个乌色的落高埋啊中间，结果啥人的意思是安尼说？有这两个特别的意思。啊，对市民上面来看，这个吉加撒人的意思，看起来敢那无啥同款吼，这两个意思敢那无同款。总之，实际上你甲咱讲着一项同款，就是对敌的诡计，对敌的意图是拢同款。你甲看迄个市民上，你就会当慢慢去了解，吉加撒人来到人的中间，伊要做是要做啥？伊是一个背叛的灵，背叛的灵。以色列百姓一直到过约旦河接近迦南地了后，伊才开始无讲啊，咱倒来去埃及这个声音。入迦南地了就无人搁提起啊，总是还未入迦南地进前，以色列百姓就讲，咱倒来去埃及，咱倒来去埃及，迄个所在有通食，咱要伫遮饿死嘛。所以出来去二十六章的第三十讲，我毋茫早早死伫个埃及，死伫个耶和华的手。你看古约中间几落摆，圣经内出现几落摆即个经文，伊说的百姓讲，我宁可当个埃及死耶和华的手嘛，即个百姓真固执啊，伊说的百姓真固执，宁可讲死伫埃及，然后伫耶和华的手哦，白白死伫个旷野，白白死伫个迦南地，宁可要去食苦，我头倒转去。十二个探啊，将消息转来报予伊说的时阵，咱就看见讲，即其中有十个人将迄个负面的消息。甲整个以色列宣布的时阵，咱是看见大家人的心，伫迄个所在惊去啊，有人伫遐啼啼哭，有人伫遐烦恼。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咱今仔日咱要伫迄个所在上间来思考，到底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啥物代志，有啥物款的因端，有啥物款的动机会吸引你离开这条继续跑走天路的这条路？那对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款的因端会阻挡你？你这条亲近上帝这条道路，互你回头，我还阁继续行。是事业呢？是投资呢？是感情呢？是犯罪呢？是这个环境真歹呢？也是什么原因，互你伫这条道路顶面回头？啊！上帝讲，歹势，我无爱去行这条云地里天的道路。只有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去担着上帝稳定的滋味的时阵，你才会当伫遐甲上帝讲，我无要去回头倒转去过去迄个生活中间，无要去行过去迄种的脚步，原来是要行头前的道路。当然所读所念的这个圣诗是295的圣诗。第三十个内底一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好，讲免惊四面风声，无予环境较硬，明日艰辛奋斗，向前行天路。因为咱行天路会拄到困境，迄个天路一定有终点，就敢若一个加兰地共款，有一个终点，到伫最后迄个阶段，总是一个过程中间要发生啥物款的事，咱毋知影。我是真有个。我是上帝来的，咱要去面对这件事。而且咱们三个来看，是背叛的灵，
伊要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来讲，讲咱既然有这么侪见证，亲像云来为咱，就着放下答案的担当，走唔起的摆伫咱头前的这个路径。伊要来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这段圣经是真侪时阵鼓励基督徒要安怎样，这个世间跑走这条道路的一段圣经在。你有坚坚担当，总是你这个担当要放伫后边面，下路，然后你走无到往头前，迄、那个标来跑走。基督徒，咱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阵，有真侪人把将家己当作是一个游客、观光客来到这个世间观光。总是圣经甲咱讲，咱基督徒唔是要做一个观光客、游客，咱基督徒是要做一个挑选者，赶去路的，哦，赶去路，就是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无停止、无停止，然后无倒退、无倒退，行天路就是安尼生，唔是观光客，行来看嘞，行来看嘞。赶天咯，一直到上上帝避难的所在。结果杀人，就照咱的信仰，就是一种结果杀的灵，就是一个背叛的。来到伫咱中间，就要甲咱讲，你当面那辛苦，那就行这条道路。我头过去，你生活嘛是袂歹，敢毋是？那就伫这个所在安尼坚持。结果杀的灵，是一个背叛的灵。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背叛这条原地，要付出的这个原地心。我们看起说，不是只有古药的里面，有这个结果三个人在那做工。在信仰的中间，我们看起彼得、保罗、约翰，他们写批当时的教会，跟写批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都跟他们练的，跟他们说，说你们就要坚守你们的信仰，站住你们的脚步。表示什么？在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跟信仰那个时代，这些很要紧的教会的师徒，因都嘛拄到啥？拄到真侪一种结假杀的灵在因的中间，来阻挡因的信心，阻挡因行这条天路上面所以拄到的这些挑战。所以，咱来看起讲，保罗把一摆写批给提摩太，从真忧伤、真感觉无彩的心境，把甲提摩太安尼讲，这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十节。保罗安尼写讲，因为低慢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低慢本来是甲保罗是做同工，真好的同工。但是保罗甲提摩太讲，讲伊贪爱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连低慢这种的同工，嘛得到结加撒的灵来到伊的中间。把他引诱，把他诱惑，把他欺骗，然后让他放弃跟主的道路，放弃跟主三个同工，放弃服侍，然后回头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你知道吗？结果三个人也有可能来到第十一世纪，来到我们的中间。若是这样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什么？你要去想到，假如人来到你的第十五边，来到你的心田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今天所读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四十到第六节，讲因为人已经捌得到光照，受到天父的恩赐，有份伫圣神，佮受到上帝好话，佮得要来的世界才会关联，后来背叛，就背为福音，佮换心来反悔，因为因家己佮顶上帝囝的世界来显明明着伊，然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九节，佫有一章咧讲，讲何况吞搭上帝囝，将乎本身真诚的约的血做赎免，佮不凡是阮的圣神，恁想，迄号人应该受到的刑罚，就加偌重？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这节圣经，加第十章的这节圣经，咧提醒基督徒，咱既然佮行这条道路的时阵，咱唔通。在那个地方倒退，我头无根地主，无属王主。圣经在这个地方描写说，当我们离开第二次离开主的时候，就是跟上帝子耶稣基督又一次定时的希伯来书的意思，这样给我们提醒。然后我在那里第十章的第二十九节在提醒说，那个已经没担着上帝子耶稣基督的保护洗清这么贵重的这种信任，然后我们把它看清离开的时阵，讲这好人啊，受到的刑罚就爱加偌重。圣经不是吓惊咱，是咧讲这种的人已经捌担到上帝的旨意，
然后安尼离开这条道路，迄个是个上帝气煞，上帝气煞。其他道咱无可能做到，今仔咱来信耶稣，今仔洗礼，咱头礼拜咱就离开上帝，咱无可能做到这个程度。总是圣经甲咱提醒讲，这条道路过程中间，有可能结加撒的灵来到伫咱的中间，咱会拄着困境，咱会拄着挑战，咱有可能就会安尼离开这条道路，这是咱的危机。然后，有一句话讲，食老出片，食老在出片。这句话有当时也听起来敢若真好耍，听起来真好笑。总实际上，在咱的信仰中间，时常要甲咱讲，基督徒这条道路，若无谨慎的时阵，咱嘛亲像安尼食老出片。所以，基督三的灵就是你甲咱讲起基督徒信仰中间一种叫做倒退危机的行为模式，倒退的信仰的危机。然后，当伊到原地，你家己迄个经文中间，就亲像结甲撒人个意思同款。咱本来是要去雕神，咱要到去上帝迄个所在，到一半啦，我头啊，然后啦，咱跳落去啦，落步门啊内底，乌个落步门啊内底，迄是何等个惊恐，真凄惨个惊恐。所以，我们咱伫圣经个中间，咱真欣赏即个真聪明、上帝真舒服个人。十九岁，伊所罗门哦，伊就会当写所罗门的歌，伫咱的圣经的中间。到第三十九岁的时阵，伊这个人是已经真成熟，充满有智慧甲遮个经验，所以就写箴言，从圣经留伫咱的中间。到第五十九岁的时阵，这个上帝所祝福的人，伊用一个真骄傲的口气，也来写传道书。基督徒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间，当时啊，咱会想着讲，有真侪咱料想未到的事，是咱的后边，阮地主的迄个尾站，已经伫要到迦南地啊，可能伫迄个所在丢蛋。然后咱就想讲，啊，不然越头啊，结果三个人有一个上界深的轨迹，就是常常伫咱的心的所在，伫遐来讲，越头啦，你无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这条路真歹行啊！伊无可能会当安尼行落去，这是结加撒人的规矩。所罗门王本身捌拄到这种的挑战。那安尼，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可能会拄到这个挑战。到伫耶稣迄个时代，咱就看见讲，迄个时代真侪人跪地耶稣，唔是干那十二使徒尔。圣经讲，偌济人跟随耶稣，总是到伫耶稣的时代，结加撒的灵嘛来到伫迄个时阵，有真济人因为迄个引诱、阻挡，遮人就无跟随耶稣的脚步，甚至有人已经做门徒啊，伊嘛离开主耶稣。所以保罗先生捌甲咱讲讲，啊，着回去后壁面，头前所彩标来头前。耶稣伫路加的十七章内面。把提醒讲讲，你就会记哩，路得会报，路得报。罗马十七章七十四节，你甲咱讲，啥耶稣讲，咱就会记哩。那中文版的圣经讲，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来，伊的圣经讲，你就会记哩，路得会报，路得报。啥物人话，咱来记。啥耶稣特别爱罗马的所在提醒这个人。圣经的记载有约讲，要这个所罗马无无人要受毁灭、毁灭的时阵。书家来讲，恁到时莫越头，因为逃走就绝对拢唔通越头，因为这个上帝咧面，这个城，迄个是后壁，迄个世界是无可能予咱留恋啊。总是到这个某走的时阵，感觉啊，啊真无彩。较早我住迄个所在，都不只有感情，越头看者敢袂散，越头看者圣经讲变做盐条。圣经的版本咧翻译讲，这个罗德的某越头，迄个越头看，越头看。一个圣经版本讲，伊是一个心内藏有啥，藏有足怀念、渴望，迄种看，足怀念古早迄个所在，遐一切遐环境，越头安尼看者，迄个越头看是一种啊，足乱无的，是足放未落去，放未。咱的姊妹，咱做上帝，今日你有当时啊，咱伫追求
上帝这条跑走的路上面，我们可能也有时会遇到啊，过去的生活也是不吃不坏，敢不是？我头想一下，我头看一下，到底怎么好？还是说我们暂时回去到的那个环境，敢不好？信仰所也很辛苦，走这条道路跑走，就要敬拜，就要付出时间，就要奉献，就要服侍，太辛苦。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价值的观念，让我们能感觉我们跟别人都不一样。我是因他没去你这样说，当基督徒没去你这样代志，甲信仰的良心的时候，你有可能你就爱去思考讲，我是不是要回头？就是当你没去你，你是不是决定耶稣基督为着咱当神的性命，老宝贵来属于咱，真侪上帝的儿女，迄种的喜乐的时阵，你就可能去思考这件代志。有真侪基督徒较少去思考的。是不是决定那个基督为着咱放下性命下罪，和咱的罪基督赦免，这个喜乐，你敢想看嘛？你有偌欢喜过？当这个喜乐内面当到一个程度来正做你的信心的时阵，你就可能讲啊，这条路路该辛苦，上帝哪有听过我？所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一直出现，无论是耶稣，无论是保罗，一直在提醒、提醒、提醒。基督徒这条道路上面会遇到结局杀的人，结局杀的灵在咱的中间。啊，姊妹，咱若未当过一摆，扩大咱伫服侍顶面，咱感觉咱有得救的迄个经历的过程，你把这个经历搁扩大时阵，可能你就会想着讲，安尼要安怎样行这条道路？只有每一工真正用听主的心去担着迄个甘甜的滋味。在当予咱坚持伫主的面前去做服侍，最后一项咱要三个来思考，也是安尼，上帝安怎看待咱？如果咱若是一个倒退的人，咱若已经受到结加山的人甲咱攻击，咱嘛徛袂住啊，是咪？上帝安怎看待咱？退后的人甲失败的人，就是两个。退后的人，倒退的人。甲失败啦，是无同款。圣经内面提起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彼得。这个人，伊捌去意识到上帝真正疼伊，耶稣栽培伊，为正做一个温度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角色。总是当伊伫迄个所在唔认主了后，伊家己去意识到，我乃安尼好人外主，所以后来伊意识到这个行为了，伊就当啊大声啼哭。后来，伊就先走去望阿婆，看是毋是当等到耶稣复活了的情景。这是必定伊伫迄个过程中间拄到的心境。伊家己通过安尼去知影，伊家己是一个啥物款人。必定毋是一个倒退人，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必定是一个失败者。虽然必定捌失败，捌伫遐否认耶稣基督，总是。咱看见耶稣无用安尼放弃彼得，上帝为着彼得所准备的一挂真要紧、真水的计划，嘛是搁安排伫迄个所在。什么叫失败者？失败者就是讲是超工要犯错，唔是超工要伫迄个所在离开上帝，唔是超工要伫迄个所在做歹，总是尾啊了伊会当痛悔，会当反悔。这种叫做失败者，彼得知影，不是超工要做这个，不是超工要认主，因为伊惊，你叫掠去甲耶稣顶受去，伊会惊。知影伊过去耶稣安怎疼伊，栽培伊，所以后来伊知影讲，伊着爱认主，伊着痛悔家己所做这一切，着对遐大声啼哭，这些拢是失败者。失败者是知影伊家己唔对，伊了。在那个地方人多悔改，倒退者是跟失败者无同款。倒退者是调皮，故意背叛上帝，无悔改的意思，就叫做倒退者。去甲杀人所要做工是这种。无论兄弟姊妹，咱捌拄到做一个失败者，也是做一个倒退者，上帝对待咱拢同款。上帝心意无大细心。用三种的心境来对待咱，第一项，上帝照着咱的本性来接来，咱就是 A 型就 A 型，咱就是 O 型就是 O 型，你就是固执就是固执，
你就是惊，本来咧做代志真无自信，就是无真无自信。上帝照咱的本性，伊迄个所在来照着咱，看咱。比你信仰所真正伊的名叫做西门，西门的意思是啥？是路底较臭，诶，路底较臭是风吹这边，伊就无倒这边；风吹那边，伊就倒那边。路底较臭是安那地方吹来吹去，无稳定的个性。是拢是安尼，咱的主嘛，看彼得做一个真好的人，伫遐咧听伊咧在位。咱有真侪时阵，咱嘛亲像彼得感情，亲像彼得信主真正感情。而且咱看哦，上帝安怎看咱？上帝知咱的潜力，咱内面有一种的潜力，无共款的文素，上帝知影。总是有当时啊，咱里面的烦恼，只有上帝知。咱将来当成做啥物款的顶位啦？同时，上帝就伫迄个所在来造就咱、帮助咱。咱的主无因为咱的外在即个天然的条件来看咱，上帝是用迄个信心的目睭来看咱。后来，咱讲主称彼得做啥？做石板。虽讲彼得真侪时阵表现毋是亲像石板、石板。总是主嘛，先彼得讲，你着要做石板。主知影彼得这个人的潜力伫倒，当主要用咱的时阵，伊着知影咱的潜力。但是问你知影你的潜力伫倒位？当主们欢喜伫这个所在咧帮助咱的时阵，第三项，咱要讲，无论咱是一个失败者，也是倒退者。等咱拄到的时阵，上帝安怎看咱？上帝就是要展开伊的怜悯的行动，然后让咱发挥咱的潜力，伫咱的性命、伫咱的服侍的过程中间。有人会讲讲，看彼得的这整个生命，会讲啊，彼得这个人不配进上帝国啊！是上帝这么疼伊，伊竟然做这个代志。但是问咱啊，无到迄个程度通批判这个彼得，总是咱要相信一件事，咱的主永远嘛是相信咱。就像咱的上帝，也相信以色列百姓同款。一群百姓欢欢喜喜，一个囝讲要敬拜主，一个囝讲无爱敬拜主，一个囝伫遐拜阮上帝，一个囝讲安怎安怎。咱的上帝伊原嘛疼一群百姓，同款，亲像疼咱同款。上帝伊原要予咱伫咱的生活中间，透过圣神的鼓励，个人会当予咱伫将来顶面会成做无同款的人。彼得可能真做一个后来上帝所大使用的人，是讲伊捌这种的论呢。后来上帝予伊信心的开在伊的心中，伊就伫迄个所在感到3000人得救，真侪人伫伫帮助。兄弟姊妹，你有看见伫这条道路顶面，上帝要安怎接纳你？上帝知影你的潜力，上帝要予你伫发挥你的潜力的过程中间，予你会当先知影，当你面对着结果杀人。在你应该讲给你的时阵，那就照圣经所讲来讲的道理，知主永远不放弃咱，主嘛是低头高尾，拢伫遐等待咱，然后要将迄个下面甲信心的开来，搁一摆放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重新骨头转来，修正咱的脚步，徛住咱所应该徛的迄个职位顶面，然后去迎接结果杀人伫咱中间。基督徒咱不是咧闪避结果杀人。都是咱来问讲，当结果杀人领带到伫咱的中间，伊安怎去面对伊？一种人，一种灵背叛的灵是甲伊讲：好啊，好休困啊，回头行倒转来，这条道路是真歹行，做基督徒真无好做。因此，问历代有偌济圣徒，伊伫这条道路顶面，照常都咱起笔来书在伊这位圣经讲，偌济人会当伫这个顶面做见证，亲像云彩安尼飞过来。咱就好大向前走一条插伫咱头前迄个庙，原来伫这个过程中间，拢看见体验着，无论偌济艰难困苦，亲像圣诗讲，行天路都爱向前，勇敢向前来行，在当地的上帝，互咱加倍稳定，加收成伫咱的中间，同心满头来祈祷，是为了我们的上帝，你的稳定听他，他为你时刻定受定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贵。成就迄个拯救甲赦免的轨迹，真侪阮今仔日伫主你的面前，会当真侪你的囝儿女，会当服侍，会当安静，会当敬拜，一个真了幸的一个信仰中心甲动力。主，阮常常爱思考一件事，常常爱想念一件事。
面对着阮一条透早一条天路的顶面，受到攻击，受到引诱，受到阻挡的时阵，阮就回头无根地主你的脚步。主感谢你，予阮伫以色列百姓因为信仰的经历中间，阮对因的行答，搁一摆，予阮会当得到一个真水的照镜，知影以色列百姓怎样跋倒，以色列百姓怎样搁爬起来。以色列百姓安怎用上帝引传？伊在世纪的今仔日，基督徒嘛亲像安尼说：，愿意愿要伫阮跌倒的所在、失败的所在，愿会当家己悔改真多，然后重新修正脚步。毋知上帝会听无？用阮的失败来减少，但是佫将这个机会放伫阮的中间。当阮修正脚步、重新徛起来的时阵，阮就是要往这条天路上尾迄个终点，继续来迈进跑走。祝你哩！从阮的困难，伫阮的中间，阮会当勇敢，甲坚强杀人，伫遐前进，得胜，搁得胜。感谢你的稳定，伫阮的今年的中间，恳求主你甲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同在，互伊所面对的今年的信仰的调整，甲一种的充实，拢有上帝你的稳定，互伊看见今年的信仰爱比旧年更加进步，今年的信仰爱比旧年更加诚实，今年的信仰带有双倍的挑战。我若相信，迄个挑战的背后有上帝祝福伫阮的中间，因为阮遐个姊妹伫个上帝祝福，阮的教会一定有上帝祝福。安尼，我伫你面前将阮的疲惫的心、甲遮个装备，拢放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现场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